看这一题。这一题的第一小题，他说 S 比 Y 比 Z 是这个，那么他问他的比值是多少？那第一题我就可以设哈 ，X 是等于二 T， 啊 Y 的话是等于五 T 啊 ，Z 呢是等于七 T， 把它带进去。好，那这样呢，这个比值就是 X 是二 T 嘛，加上三 Y 的话是五 T。啊，减掉 z 是7 t 的，啊，比上多少呢？ 3 x 2 t 减 y 是5 t， 再加 z 是7 t 的，这样等于多少呢？15 17减7是10 t， 它的6加7是13了，六减五是一嘛，一加七是八，八 T 也掉，二四得八，二五得四，所以比值是四分之五。好，第一小题，这样看呢，第二小题，好，第二小题它是说 S 比 Y 比 Z 是这个，那么这个比是多少？那这样我就可以设哈 ，X 是三 T，Y 的话是二 T。z 的话是5 t， 那这样呢？这个比值在 s 平方，在这个平方3 t 的平方，比上 y z 两个乘起来，两个乘起来是10 t 平方的，把 t 平方可以约掉，出来是10分之9。好，第二小题比值是10分之9。